你好，老哥，看需要点啥？你好，哎，你好。哎，我今天想卖你几个东西啊？我能看一下吗？你看，你让当我看一淘下。宝不叫不怕看。对对对对，来，哇，这音乐啊，那你，我捡着漏了，我跟你说，捡住漏了，那，你这确实还都是高端货啊。是了吧？首先我们你看看这看个，品相，你这品相顶呱呱。嗷嗷叫。对，你这捡住漏了。嗯。你这个赵总，说实话，你这个品相啊，真的很少见，少见吧？少见的很。赵总一般有伤有戳有磨嗯，损，你这个太漂亮了，我我在网估。上看人家好些都这样子，这家伙打的戳记坑坑洼洼的，我这你看看，没有，你这个没有，这个估价2万以上，这是两最万以低上的，吧？最低估价。没事儿，给你2万，多出来的算你赚的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我们慢慢来啊。嗯，这个是大青，嗯，也算高货。是吧？这个我估到多少？你这个还初运版、申版的嘞？看这一点，申办申版嘞，的我不懂啥办也啊。能贵个，比前半龙也能贵个1200嘞。嗯，这个我估计啊，这种品相啊，15000。你1万，给我1万多种。你老哥敞亮啊，你这。耶，干都是干生意嘞。这个北洋龙漂亮，也是你这个也是无戳无伤。北洋龙嗯。这个也得大七八千，大七八千，给5000多种。你这个大青看一下背面也是沈白龙，嗯，这个品相也可以，也得保底15000。还是给你1万。啊，湖北光缘猫湖北龙。嗯，湖北龙，你这个龙鳞磨损了，嗯，这个价值就会低一点，4000块钱上下。2000给你。我说的是真币的价格啊，老哥。咋的？我这不真吗？你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你这个包浆啊，别给我瞎胡闹，老板啊！不给你瞎胡闹啊，老哥。你这说捡漏跟哪来了？能告诉我一下跟吗？哪来嘞？我猜你这应该是一家的货，一路货。一路货不一路货，我不知道。我先给你讲一下这，我是说实话，我是下乡收水果的，可不是搁咱这儿，外地云南、广西那边，我就去收水果。收回来拉到咱这边水果市场卖，到那边没事啊，你到那儿收水果，人家给你打包，人家给你拿来，人家都不叫你干活，那是了，你老板嘞？那没事儿，给人家那里边有的老头老太太跟你聊天，他们那都有啊，这都有这东西，都我有这给东他西。娃儿给点钱，他都愿意卖给我，我要给他钱都愿意卖你给你。看，哎，按理说你这个我这捡大漏了。也说得过去。我一个300块钱，5个吧，好像是，你看是不是五个？五个，你别给对，我点少五了。个才1500。对，1000，我多给他100块钱。我给你讲一下啊，老哥，你说他是专业是水果，咱这个中原地区啊，老早几十年都有人下乡收货，一遍一遍的买，一遍一遍的买，基本上将货买的差不多了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现在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，他有些这些东西他不急用，他都不卖。现在一线也不好做，你说的你在偏远地区可能会比咱这中原地区好一些，但是啊，你这个是真银假币。咋可能哎？他好些冤大头我都没要，我嫌太普通，我都要了龙。你看我挑的都是龙，是的，龙是很贵。你看那品相嗷嗷叫，我都搁网上我还对比了，你咋对比了？咋对比了？比人家那啥咋对比了？对比图片啊，啊，一模一样，就长得一样就行。比我那还真嘞。我的比他那还真嘞，感觉你的比他做的还漂亮。那当然了。对比图片不行，老哥是这样。这个银元啊，你说实话，它这个才27克不到，含金量只达到90%，就这个赵总，为什么能一张嘴就能卖2万、3万、5万、8万？他玩的不是银，而且玩的这个传承和这个历这史都的是沉传承淀。啊，我收的这都是传承啊，老太太给我的。但是这个赵家从民国开始就有。你这个还不是老家，你这个是你地方嘞。啥家伙地方呀？你是不懂还是啥玩意儿？你搁这忽悠我嘞呗？这个倒不会，老哥是这样，我这不会忽悠你。你要说是西瓜、甘蔗怎么挑甜，那肯定你是专业。这个银元术业有专攻，你这个是一眼假地方的真银假币。咦，那你说我吃亏上当了？那如果说你有这个便利条件的情况下。
可以适当的学习一下医院的知识，也可以增加一份额外的收入。中，谢谢了，谢谢。我这回去好好研究研究，中，我以后我研究好了我再去收，中吗？没事，来店里喝茶，交流交流。中，好，谢谢了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嗯。